好，然后，对，就是有没有人是昨天就有先来听过我们唱主题歌？好，因为昨天我们就是有来唱铁花村的唱主题歌，然后就先来宣传一下，就是想说，因为怕没有人想来看我们，然后先跟他们讲说，哎，我明天表演啊，就留住一些客源，你知道？对。没有，没有想到，好像没有。对啊，只有留住工作人员而已。工作人员。好，下一首歌叫《就这样》，请我们的喇叭，不是喇叭，老哦教授。好、啊，这首歌叫《就这样》，然后其实他，他这首歌就在写说，就很喜欢一个女生。这样，然后可是那个女生不知道，就是你喜欢她，你喜欢，对，没有，一个男生喜欢她这样，是你吗？不是，不是你，不是，然后对，然后就是他没有跟她讲，这样，可是就是男生就觉得说，就是没关系，我就这样就好，就是在她旁边就是守护着她，对，就在她旁边就好了，好，走，就跟屁虫那种。好，好可怜哦，这个故事。好，轻轻地飘动，想
想起你的温柔，早就现在牵起你的美妆，能不能来叫我不要太自责，被发现。好，好听吗？好，谢谢。